闪地笑着，我们却哗哗地睡着了。警士们迈着坚定的步子，保卫着我们美好的生活。哎，你知道这个领头的是谁吗？啊，他就是大名鼎鼎的黑猫警长。孩子们都围过来，来，戴上小眼镜儿。孩子们好好看着妈妈。哎，咦，小虫子。对，今天妈妈带你们到这儿，可不是来玩的，就是来教你们抓小虫子的。哎，啊，妈妈，我抓到了，我抓到了。咦，哎，我也抓到一条。嘿，嘿。咦，妈妈，这有好多好吃的东西。嗯，哦，这是面粉。孩子，我们到这儿可不能乱拿别人的东西啊。嗯，妈妈，我懂快！
妈妈出什么事了？进去。动作快点儿，搬呐！是，嘿。孩子们，外面有一伙强盗，妈妈要去报警。我怕，我怕。不管发生了什么事，你们千万别出来。想去报警吗？哎，砸死他！快！接着干！小心点儿，我来。啊！你们这群坏蛋，等一等，先把洞里边搜查一下。妈妈来，妈妈快来呀！他们说我，说我是坏蛋，他们自己才是坏蛋呢。哦，他们是吃虫子的动物，名叫蛆青，罪犯不是他们。那
是谁？搬仓鼠。妈妈来呀！你们的妈妈呢？妈妈说外面有强盗，出去报警，给他们抓去了。孩子们，等着吧，我们一定救回你们的好妈妈。出发。来了，他们来了，开始。前进！从这儿上。把它吊起来！是。住手！快放！哈哈，怎么样？没想到吧？谁敢过来？警长，他们把仓库里东西都搬光了，快抓住他们！快，警长，快抓住他们！快快！Thank you.
把他们都铐起来。带走。耳朵，我只有一只耳朵了。